喂，大家好。你好，那个，我们今天就到，那个，我们会议室开始。今天，下面是我们的这边的一个老师，这老师指导。那第一场有请我们台北 ETC 领导人。我们李哥、李轩大哥，掌声欢迎李轩大哥！首先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个掌声还来自于老师，非常谢谢老师呢，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老师，在我分享之前呢，很多就是不认识。要先自我介绍，叫李轩，来自于，那现在是拉斯维加斯的，来到美国呢，是已经很长时间了，20多年，也是为了一个梦想，为了大家像我们不止中国人来到美国呢，就是一个梦想，才来美国，大家都对吧？是。会。老师，那现在大家都不想没关系啊。老师呢，今天给我分享一下，都是主要是分享我来到美国这个啊，特别是进入到老师的创办团队，进入到安利，我的一个成长路程。这样呢，我们大家既然来到这个教室，就这么听这些故事，对吧？哎，那么长话短说。那我来到美国之后，也是怀着一个梦想，觉得美国的机会比较多。当时呢，就和一个台商啊，搞一些一个企业，搞塑胶工厂。大家都知道，传统行业啊，规划很好啊，市场的预测也很好，但是现实和我们的计划总有很大的差距。那经过3年啊。这个努力和合作，最后呢，由于市场的变化以及人员的变化，以及自己啊在这个行业当中的经验不足，所以就失败，结束了自己在美国的原来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意。但是呢，3年过去了，对待美国的来美国的这个梦想还不甘心啊，对待这个生意不成，我还能找一个更好的生意。啊，就是在这寻寻觅觅当中，也找到了一些小的生意，包括朋友介绍的餐馆啊，越到美国，我们根据自己的条件，是不是都会找到适应的、觉得自己能干的行业？对啊，再试了几次，包括也在空闲时间啊，做一些简单的收入，只要有收入就去做点工作，这样的寻寻觅觅当中。也是在偶然的机会，尤其间呢遇到了我的同学，他就介绍我们来到这个环境。他首先介绍的不是安利，他首先介绍的是老师，说他的小学老师过去的小学老师家境很好，突然间他的人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想想了解，对，小学老师我们大家知道教孩子的。但是后来的通过成为国际人物，成为很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老师，你想想老师，对，很多细节呢又带着我来到拉斯维加斯，所以拉斯维加斯对我来说很有记忆，也很有梦幻。那我在2000年的时候，在这里我遇到了大家都非常敬仰的陈老师，谢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很，和在座的你们都遇到了很一样的问题。当时我也是对这个事业很有，就
我虽然不了解什么叫传销，什么叫安利，但是第一印象就是，这是好像不是很靠谱的，因为他说的太好，而且呢，远比我原来投资那个生意还好，而且呢，这个给我介绍这个生意的人呢，是我凭素书箱认识的一个陌生人，基本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想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告诉你可能，给你一个生意，而且还要帮助你实现这样一个很好的生意，你相信吗？所以说一开始我觉得我都有抵触，这个抵触和我原来的这个社会经验啊，好事情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对吧？你要想拿到很好的这样一个好的事业的话，起码来讲你要投资啊，对吧？你不投资，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机会都凭空落到你的头上。所以我就带着很多大家都一样的顾虑来去见到陈老师。我见到陈老师，我常万反，我一开始也是不相信，所以说你像在座的大家一个啊，也就是叫我做到前台，我是不做的啊，做不来。特别是我讲一个很可笑的事情。特别是我的推荐人啊，来我来了解这个事业和老师同工的很成功啊，我在这里有一个这个说明会啊，来告诉你教你啊这样一个生意。我不是自己找到要学这个生意，是我的推荐人好像是求我来，所以说他来的时候呢，也没告诉我要收费的。所以说，我老师的那个说明会呢，是在现在的大道上的有 Harris 酒店啊，Harris 酒店呢，会场比这个要大一倍，啊，大一倍。当时呢，我进门的时候一看，就是像收款的啊，我们给收款的那个没有，给打一个掌声，好不好？啊，大家也动容了很多。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桌子上，在那个纸格上。这边找了一个很撕裂、很不规整的一个纸板，写了个毛笔，这个黑字写着100块钱，这10块钱，一看啥意思？这个书店里呢装的，也不好意思告诉我，这个收入的钱，哎，他说交100块钱，但是我帮你交。哎，我说你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还要给我收100块钱，你觉得想交吗？不是说收多少，直到收骗子，对吧？啊，本来就是思想当中有题，所以说呢，那时候我的推荐人要帮你交这块钱，100块钱，我说你看不起人那块钱，但是我说不是我交的钱，你起码提前要告诉我，不要弄得我尴尬的样子啊。所以说呢，我就很情愿。很不友好，拿了100块钱，很没有礼貌的就摔在那个桌子上。啊，这里我为什么要给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收藏的朋友们？他会，我会，就是会受到这样一个很不好的待遇。但是我们经过了教育过，大家会是不是很有主动啊，很有礼貌啊？就讲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想。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啊问题。我们来到这个环境，但是一节课下来之后，就完全变成了这个。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改变了老师的这个环境。老师把这个事业的远景，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原来的想法完全发生了变化。所以说呢，老师见我来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环境当中啊。老师一开始都发现我是个陌生人，老师很会看啊，很是个新人。因为什么呢？我是不会笑的啊，因为我是感觉到他越说的好，我的这个眉头就越紧啊，越感觉到这个你说的好像是是在骗我，对吧？骗我这个产品啊，跟着你们做啊，我在做，你们在拿钱。越 切的话，就是在利用我，
你在英国，你们在开始，第一阶段就慢慢的从你改变，最后就发现这个世界就像老师讲的，它不是一个骗人的世界，它是一个助人的世界。老师要是真的骗你，他也不会用这种手段来去骗你。我从来也没有发现会有开会上啊，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原原本本，而且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到这个环境当中一起骗你。对不对？起码我要看见别人把孩子也带过来，一起骗你吧。所以老师给我们做了最高的榜样，也诠释了安利这个事情。那我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很简单原来是复杂。我们通过学习呢，就很简单。那我们原来也变成当我们复杂的时候，我们都很会找理由，对吧？要么找别人的理由。会更多，那非常的感谢老师，有这个环境，有更多的成功的领导人呢，把他走过的心路的路程来分享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解开了我们心中的一些疑惑。我就简单来讲，我来到这个环境当中，首先也按照老师所传授的成功的经验，从自己做起。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学一点，对不对？老师学一点，去你再照着去做。一开始还是这样做，那么就简单。做了以后呢，感觉到有些做不通的时候，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有的时候就会乱做，乱做的过程当中呢，感觉到这个困难重重，销售，感觉到一开始找朋友或者推荐啊，这些事情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那些弯路呢？今天的时间呢，我就不再讲。我讲如何来去改变自己在安逸当中的困难，那就要来学习。这个老师的成功经验，如果在传授给我们大家呢，需要来到这个环境当中，你才能接受这种，对吧？如果说我不学习的话，你依旧不能把安逸事业做成功了，那你说这还叫一个事业吗？不可能的，对吧？它现实这么那个，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有成功规律可循的一个世界，而且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世界。它不可能说我不学习都成功的，大家对吧？我们不管哪个行业，有不学习都能把这个行业做好，有没有？所以说，我们来到这个环境当中，感觉哎呦，很简单，看着是不是简单？实际上是很简单，没见没关系，也快下午快点了，谢谢朋友，让我下去。对，老师，点一半，我就简单来讲一下这个心路的路程在哪里，我会一开始还是不是？没关系，你们听懂吗？听得到吗？被开了。好，感谢啊，感谢老师。下面反向，对吧？好，那个，老师今天呢，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呢，就是少走弯路，大家对吧？谁都不想在自己从事任何事业的过程中走弯路，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是不是？浪费我们的金钱，浪费我们应该早早拿到的收入，大家对吧？是这样，老师，我当时我也很复杂，我是怎样改变的？想不想听老师？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改变了我自己的这个。当时毕老师有一次讲这个 OPP，讲到了钻石。当你上钻石的那一天那个月，你的月收入就会在1万美金以上，1万美金以上。这是不是我们大家来到打工都很难？一个老板给你的一个收入啊，
对，没错。也是我来美国想要得到的这样的收入。这是一个巨大的，对吗？两个都是好，非常的好坏，你不说，但是这个服务是不是一流的？这个可以说了哈。所以老师讲了，你晚上一个月，你就会少收入1万块钱。这个你晚一个月要晚2个月呢，晚1年呢，所以说你要想早上一个月，就简单的相信成功人的经验，不要用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去做案例。那我就听完了这句话以后，我就按照在老师的环境当中学的，简单相信照着做，这样一个秘诀去回到就这个。那我就用了我用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啊，上到了我们这的滴滴的收入大概就是每个月平均在5000到8000啊这样一个收入，这是我相信得到了一个结果。我是2005年的认识这个接触到见到的老师，接触到这个环境，我就徘徊了2年多的时间。我是真正来去辞掉全新的从事安利这个事业的，是从2002年的这个2002年的8月份吧，8月份开始下决心要去做这个事业，8月份来去做这个事业，到来年的2003年的6月份就做到了，就上到了这个滴滴这样一个这个 level，那我还有这样一个成绩以后，是不是还想上的更快一些？对，啊，上的更快，那就更加简单，更加坚定了我相信老师的成功的经验，也相信了老师的成功的信念。那在这里，我想再多说2句话啊，能不能上的更快呢？实际上，陆琪姐呢，我们两个在北美，论这个，我说我自己论长相很普通也不像那个聪明大哥很潇洒那个论家庭我也很普通论学历在美国那更加普通，我没有美国的学历，我是这么一个很普通，普通到基本上最普通的人。那我也看到那些很优秀的人，在安利事业做了比我做的时间更少，但是呢，没做成。我讲，那我就有一点，老师那天要分享，唯一的我比别人做得快，我说当时在休斯顿，我们加入安利的时候，我曾经问了我身边的一些这个中国人，你来了多少天了？我说我才来了3年。你来3年呢？我10年前都听说过，我都做过，哎呀，不能做。你要不要做？10年前都做了，而且人家论口才呀、论英文呐、论人际关系啊，都比我好。我想呢，这是找人的事业，一定是口才要好，认的人要多的，是不是做起来案例更加快呀？那我来到语言不会。我一来都关在工厂里，我都认识我们河南来的8个工人，其他的任何不认识。认识的老莫呢，我又语言不通，工厂的其他的没有。那你说我做这个案例是做的，所以说大家所遇到的问题，能给我遇到的问题都一样。那要想解决的一样的，就相信老师，相信老师。老师的成功经验，你学到了之后，就照着去做。做的过程当中呢，你遇到问题再来学习，因为你学习老师已经把这个路，把成功的之路给我们铺好了，你就要简单的相信，照着去做，你也会像老师一样的在安利学啊成功。我就是这样相信，我从8个月我上到了这个领奖的，当年呢我就一鼓作气在来年我就上到 Q12 的。这个
那我经过2周的时间啊，上到了火车啊，在1年呢，我上到 Q 12，我用了4年的时间做到了钻石，再一年做到了现在的用了5年多的时间啊，6年时间嘛，上到了 MBC。那今天呢，我就我个人的这个啊，我就是讲的我个人的这个。大家不要口才，那你说我的口才好不好？大家用我来到这里，大家都会看到我的口才就这么的差，就可以看到这个啊，五十啊，五十啊，那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呢，没有上不到，大家对吧？那上到了以后呢，你看看今天的。一直跟随老师的啊，我们跟随老师，你上面是相信，明明也是在环境当中一块儿，我们最成功的跟老师和季老师，我们努力的表现出来的。如果安利事业不好，那我可以说我就是为了兄弟的女儿啊，我才来到了这个美国，因为我有两个，那在美国呢，那要是再生这个女儿。当时呢，还是中国十七大生，还是不允许在中国生的。那我们也是通过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才把你们呢，你又想到了，当时呢，你生到这么好的国家。如果那个他们那个在老板那个，那个是他的其实是学到的，也成长经验，就让我们自己成长。啊，也叫孩子的成长，不但我们这个年龄的成长啊，我觉得不用去学，自然的就会，你只要是自然就会成长。但是思想和你自己思想的这个境界的成长，要靠这个环境，要靠跟随老师才能才能够学到，才能够注意到我们个人。那最终呢，我想就分享我在这个环境当中的真正的收获，我不但收获到。这个我应该，我从来，我靠我个人的能力，不管是做生意，不管去打工，我不可能去得到这个金钱，这个收入，安利都给我。原来我想的过这个生意得到的收入，那安利都会翻倍的给我。我虽然这个钱很少，肯定在座的大家都是大老板呢，都是很多成功的人。我讲的不是这种收入多，我真正讲的是我自己。这个老师讲的六六大顺的成功，那我就讲自己的提升。来到美国以后，我有很多感觉到我是个编外人，就像老师讲，我们是这个社会的编外人，要想在美国过上好的生活，谈何容易呢？对吧？你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就来到这个环境，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安逸的事业当中，在超凡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成功，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呢，向英语来教育，我用我中国的这种方式教育，我显然是不可能。那我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习，如何把孩子生在美国，不是我，是不是我们要想叫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环境我们很难掌控的环境当中，让他出人头地的话，让他成为人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我现在露西姐也没有这个，具有这个环境，具有这个老师创办的这个超凡环境，才能够赋予我，才能让孩子这么优秀。那再次感谢。虽然我这个年龄也到了退休的年龄，那今年呢？这个我也实际上，我今天来的不应该，应该是更加年轻的。我的同学早都退休了，因为毕竟老师，我不能讲我年龄多大，毕老师比我还是个孩子，对吧？还是比我们尽量的鼓励我出去。我说良心话，我真的不想去。我都一看到老师我就，老师你看像老师那么的成功，那么的。这个成功了，老师还那么的年轻，还在做。你像我，
不错，哪有这个脸面说呢？前两天，前几天见到老师，我真的我非常，我很惭愧。他说你不要惭愧，你应该真正的走出来。老师一直在，真的感谢老师啊，让我在我真的是这个人生到了尽头的时候，来去焕发我的人生的青春。感谢老师，有什么的力量让一个思想都要废的人重新焕发自己这种斗志？来去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完美，我相信只有来到这个环境当中，最后的我给大家分享一句话：你什么都不要怕。这也是我来为什么我20多年来我没有跟随任何外面的诱惑来去改变自己，跟随老师这个成功的这个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里你永远都有人生的未来。永远都自己感觉到，一见到老师感觉到浑身都有力量，充满着年轻的这种希望。啊，最终呢，我想分享老师对我的一句话：在这里你无惧未来，在这里你不会害怕，你没有你的未来好像是没有着落，你害怕你的这个没有收入，你只要留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享有的安利给你。老师会带领你来取得你不想有的这个环境，还会给你。那我跟随老师而做，老师跟随老师说的这些话，在我这个自己的大半生的啊，我只能说大半生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实现了。最后呢，感谢老师，我不会感谢安利。我是如果说我选择安利，没有选择老师，我不会成功。所以说。你只要是跟随老师，我相信在座的你坚信自己的信心，你一定会比我更加优秀，你一定会像老师在你的人生当中创造你想不到的辉煌。是没有分次一个伙伴。我在美国，我跟李哥一样，我们很渺小，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那李哥呢，能走出来非常伟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早就退休了，早就退休了。美国人做的多高就退休，就算滴滴都不退休，退休27年、28年，为什么呢？高龄，他虽然是个房子比较贵，对不对？50万到100万，对吧？但很多的州以前一栋房子2万美金，如果他一年有10万，你叫他能拼不拼啊？相信吗？各位，是不是？所以美国的朋友他很享受生活，但是我们的爸爸还坐在这边陪着我们学习，给我们的提供资金。刚才你说我们很渺小，是我的名字叫阿米，有汤有米渺小吧？普通吧，够普通了是不是？但是没有关系，刚才李哥讲了一句话，为什么要谢谢老师？机会也许有在外面，但是没有老师，机会对我是没有用。谢谢你，你看你看一下在多好啊，谢谢你。机会对我来讲，很多是诱惑，但是实现梦想，不简单，也不很容易。但是因为老师在美国，敢想敢梦，好了，这句话以信念翻转命运，用奋斗，用以信念逆转人生，用奋斗，谢谢你。一个人一个麦克风，太棒了！用奋斗的翻转。今天分享的主题，老师讲，这是改变命运的实验，这是改变命运的实验。老师讲第二句话：贫穷到我为止，富贵从我开始。哦，这句话。我会念。但是我不理解，但是今天通过多次的去参加北美的 NHC 度假，李哥去过很多次，
跟 Lucy 姐，一个去跟那个游轮上，服务人员多过我们去旅游的人，还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这一次呢，这是美国，这个我如果不去，你问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讲实在话，世界美好的东西太多，我没有去过地方就太多。那为什么我没有去呢？老师讲一句话：埋头苦干的时候，要抬头找答案。我是井中之蛙，我只是觉得我餐厅旁边的吃的不错，开的车不错，住的房不错，我就觉得生活很好。走出去，这个地方连个华人都没有。我就在街上走，我说华人在干什么？华人那么努力，那么勤奋，华人在干什么？人家真的是像爸爸讲的一句话，有一些人在晒太阳，享受阳光、沙滩。而有许多人为三餐而奔，这是100多年的皇族型的那个酒店，以 Victoria 那个女王时代的装饰，非常的有历史，非常有名。里头没有车，没有任何电动车，只有马车，只有马车和脚踏车跟走路，交通工具就是三样。当然，您可以跑，也可以的，对吗？这个是据称，这是网上讲的全球10大最美的岛，SNGC 就是北美最高的旅游，它就是贵族式的旅游，让你去体会什么叫贵族。所以这个事业它不是生意，它不是赚钱，但是所有想要的都有。他要的是除了健康、美丽、时间自由，还有经济保障，最重要的是。累积与传承，那贵族生活在上，所以他选的都是贵族式的东西，所以他不是我讲的，哎呀，直销团叫卖东西，他不是，是没有老师，我们根本不会看懂这个事业。我们去的时候，坐首等舱飞到大机场，再转一下这个湖边的大城市，然后用包机再坐半个小时飞到岛上去。转机专门送我们，你包机都要花多少？讲实在话，啊，就这么样的送我们去。然后呢，各位，我来美国，我想过我要跟美国的财团合作，有世界第一个导师教我，能有专机送我去岛上去度假吗？我没有这样想的，但是他在不断的实现。崔老师讲过，这个事业会超越我的梦想，我从来不敢想，没有想过的全部会实现。我真的很多，他就说，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事业，一个华人，华人很努力，很拼搏，很养出人头地，但这真正进的这个阶层里，所以我就深深的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像爸爸，像老师。走在第一线，去帮助更多华人走向这里，这个不公平。人家有问题，就是我们回来的另外一个包机，我们回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包机，也太多包机了，不知道包到哪里去了。对，好像是。他在飞机，这个飞机呢是专门装我们。还有卖这个飞机呢，是专门装我们行李的。NGC 的行李，这个就是双人的登机门，那个是我们的这样，有点安全，太厉害了啊！你现在做他英文很好，技术很好，他为我们拿行李，我们英文做好，他请讲。这是我们的 NGC 的专机，准备到机场去做这个试个驾。哎呀，那放一定要努力哦，这是最好的事业啊！这位是也相信老师。好，我们的飞机到达了，这是我们的专机到达了。现在呢，在机场里头，那2部车就来到接为我们，一部是接行李的，一部是接我们的啊。所以呢，在美国的这个Traverse City 是哪里哈、啊？在机场里头，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事业的成功，NGC 一
一定要成为 NAUC， 太棒了，一定要成功大学。各位，我们就说最健康的人参汤，然后呢是捏出来的蜜汁汤，这些东西你就可以专心做，又可以专车到机场来接我们。现在呢专机完了以后就去啊这个大的机场啊，要帮他一起，一定要在这个事业中去做这个事业，因为这是这个走到了另外一个这个上流社会去的，并不是赚一点钱啦。做一个小生意啦，换一个工作的不是，就像老师说，改变命运的开始，好吧？一起努力。他英文也很路很短，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些，我愿意因为差一点，要花时间在学英文方面，懂一点就懂，懂就算了。但是一定要懂老师的语言，因为老师的语言能把我拉到另外一个高度去。讲实在话。当我们在下面开 party 的时候，很多老外在上面看，你们是干嘛？他也是共同体，但是他还在看我们是干什么。好的，今天我们是跟这两位创始人家属温安洛先生跟丁佑先生合作，不是员工，所以我们这个事业跟随老师跟随爸爸，没有人可以炒我们鱿鱼，除非自己炒自己鱿鱼。我们叫合作方，所以两对夫妻来欢迎我们，来问我们你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协助你。所以老师讲了一句话，越成功的越谦卑，能深深体会，越高层越谦卑，很能体会。这是酒店的一个出口，这个酒店非常非常的棒，都是明星贵族的，我经常接触他们，我就慢慢能领会老师讲的，这是传承的事业，这是贵族的事业。他是第二代，他是第一代，这部飞机是他的。因为北美已经65，明年就65，所以我们能见到真正在这个事业中，他爸爸在64年前跟温南顿先生，他是 IBO， 温南顿先生、迪维斯先生是经营者。就是投资者，所以他是 IBO， 他的孙子已经在 IBOAI 了 ，IBOAI 就是我们的 IBO 的商会的意思，他的孙子已经在了，他四代人都在。我就想想，我爷爷要看懂呢，他说你我很想啊，但可惜我爷爷看不懂，可是他不知道没有。我爸要看懂了，哦，我看不懂，以后我儿子看懂，不是挑我头啊？是吗，各位？他这个飞机大不能飞上岛，所以要换那个一个包机公司用的包机送他上来。他从拉斯维加斯飞过来一架，他一个人飞过去。他这一次他老婆不参加，他一个人飞过去。我说啊，你自己飞啊？他说没有，我躺了4-5个小时就躺到了。所以各位，我们的上限的是钱，在 San Diego 买4部飞机，谈判结束后，他租给谁呢？租给航空公司。他不是买这么大的哦，他是买100多座个位置的哦，真正的民航买的4部。哇！所以做这个事业，做卖牙膏、卖牙刷，可以买飞机，你信吗？哇哦，贵族，这些人你问他忙吗？他从来不忙。什么叫忙？他从来不知道。他是个律师，他以前开过律师所，后来他干不过他爸爸，他不要，他把律师所关了，他来跟他爸爸学习。后来他儿子到外面也去转了转很多年，觉得怎么干不过他爸爸。儿子也不要了，孙子呢20多岁也在外面干不如这个爸爸跟爷爷，也不干了。所以总有一天我们身边的人只要我们无忧无虑，神仙般的生活真是这样子。所以我坐在飞机上，这架飞机是我们的就是大批的一个他的飞机好，可以在这边买哦，可以好好事业可以买飞机的，好吧？各位啊，
我在美国学一个东西，什么叫企业家，什么叫资本家，他一定是从白手起家，但是他一定能累积传承。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很多的资本家族100年、200年，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的教育就是好好读书、好好工作，上去就归零，上去就归零，没有这种累积传承的概念。他们有什么概念？他们一切都是在累积传承，悠哉悠哉。他建立一个庞大的收入系统。对，真正努力的人赚钱了，不见得；很聪明的人赚钱了，不见得。这些人他思维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没有老师，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没有爸妈教导，我也不可能去这边。我还是去找个小生意。希望下一代努力读书，升个高级。我们觉得哇，好光宗耀祖，不是？我还在井中打水，人家已经不管道了。书已经不仅在起步，在思维，在今天和未来。但是今天跟老师，我也知道我有多幸运。贵族从现在，什么叫贵族家？这些人只想健康，只想长寿。女的只想漂亮美丽，每一天没有人管她时间的自由、财富的自由。等下我给各位看看他们一张支票被拿了，没有看见我们是无法想象的。然后呢，他可以传承他的第四代、第四代，他现在这一代还在啊。这个我们到了机场以后，这是北美的 CEO，他们机场全部都是马车，都是那个到了机场里面，就坐马车面。那位叫 John，很高手的，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 IBO，IBO 是什么？叫独立的老板。我们是跟他们工作的老板合作关系，他们是为他们的公司服务的员工关系。我们不是一个卖东西的人，我没有见过一个全球的业务主管和一个全北美洲的总裁，他穿成这样指挥飞机啊！我们飞机到了，他来指挥。那私人机场吧，该怎么玩怎么玩。我们要叫他放下身段来接待我们。我想想，我凭什么？我凭的就是老师教我的东西。我凭的就是跟他的工作的企业合作。十几年来，北美 CEO 换了五六位。李哥没有换，我没有换，我们还在。我们没有换，我们有问题。我们首先都不换，秘密姐还坐在第二代在这边，我们的领导人崔姐最大都在这边。我们没有换，但是管理阶层、行政阶层不断的转换。请问我要努力成为这个位置，还是坐在这个位置？我是比呀。所以爸爸说：“我说爸爸怎么讲好这个事业？”爸爸说：“各行各业拿来比呀，比呀。”我想想，我再奋斗，我学历再高，再厉害，不可能在这里。我不坐在这里，我坐后面。各位，你觉得哪个聪明？他聪明，哪个有智慧？老师有智慧。我跟各位讲一个情况。一张支票25万。李哥拿过一张支票50万美元。李哥，我们爸爸老师不在美国，一张支票50万。以前是2年 QSR 钻石50万，后来他分每一年符合就每一年25万。这是爸爸妈妈，这是儿子儿媳妇，这是女儿女婿，一家人在今年。想想，我要是爱孩子，我肯定是盯他好好读书，送他去学校，好好煮饭给他吃，对不对啊，各位？对吧？人家已经带着下一代走向企业，谁爱？
这次他的儿子儿媳妇来，他儿媳妇第二胎了，因为 NAGC 一部只请两位，你请谁来都行，两位，所以他们家族就请儿子跟儿媳妇吧。所以各位肚子里有第二胎，这个孩子投胎投的对呀、啊，你信吗？他出来就贵族，讲实在话，对吗？那个资料是2021年的，各位看这一张是多少啊？这是一张哦，我们讲是一张哦，我们讲是一张分红哦，一张人生分红，这是美元哦，将近400万。谁说不赚钱？谁说不能买飞机？谁说外面比他赚钱？赚1年钱不奇怪。年年这样赚，什么意思？不可以想象，但是它就存在的事实。因为宝爸讲了，这个事业又能久又能大，又能资用百货。第二个，这个制度只要你有市场，它每年给各位啊。如果我重新再来，我愿意从20岁，宝爸说，我跪都要上电视。刚才李哥说，宝爸讲一句话。晚一年上钻石，一栋房不见了。不要说一栋房，这一张在拉斯维加斯基本上能买几栋房啊？十栋房，买一条街，努力吧。但是选择大于努力。我相信我以及我们在座都不甘心，都坐在这里，不管线上线下。但是我们的努力尽头不可能这样子的。这不是截止哦，各位啊，这是2011年的哦，他3年前走了，儿子、儿子、儿女、孙女全部在这个事业。哎，不是说老外的孩子不理爸爸妈妈的，他为什么就理了呢？仅仅他理他孙女的很多个都在理，因为成功才有人理啊。对吗？不成功去老人院，不成功老人院很多啊。我妈说我要去老人院住的。我说老人院哪里是你住的？我住，跟我住。以后年纪大了，年纪大了请个人开车送，就完了吗？如果我讲不出这句话，就是可我口袋里空空而已，对。对不对？都他有就不怕了，怎么来的？爸爸跟老师教的，不是自己创出来的。大儿子，第二个儿子，我们今天接触这些人以后，能不信吗？哎，他不是世界第一哦，他不是这个事业的世界第一哦，我都信。请问各位，如果我们今天能见到世界第一呢？能聆听到世界第一现场讲，你信吗？各位，谢谢。我开始也不信，我现在越觉得我真的命好，我真的命好。你让我在美国奋斗，各位都在美国，你叫我们奋斗，怎么奋斗啊？只能奋斗下班，奋斗到下班，对不对？奋斗到退休，奋斗到等老，奋斗到等另外一个字。就没了，换个地方住了，不可能过上这种贵族。人家悠哉悠哉，他以前住在哪里？哥伦比亚，大家都知道哥伦比亚毒品枪击案治安不好，对不对？现在住在哪里啊？佛罗里达，他儿子也是在。儿子，所以成功以后是可以选择。所以爸爸说，成功代表什么？成功代表我们比人家有智慧，成功代表我们比别人家有更多的选择。他成功了，他可以从哥伦比亚搬到佛罗里达最漂亮的地方住。我能搬几个地方啊？我一搬就没工作了，我一搬就没生意做了。他为什么越搬生意越大呢？因为这个事业本来就没店，没公司，没办公室，没员工，自由自在嘛，对吧？无本的事业嘛。所以如果我还看不懂，请问这账户都多少？多少？拿一张支票1000万是什么概念？
那一张支票是1000万，不赚钱，不赚钱是我赚不到，我不信，我不照老师跟爸爸教的方式做，人家都没有学。888开始，儿子在哪？如果把这张支票交给他儿子，他儿子会孝顺他。他交给我，我都叫他爸。他大概五多会，好多的，都叫，有个你呢，我叫你，所以是传承的，累计传承，我们是最痛苦的。传统不是不努力，职业传承累积传承不了，传统生意累积传承不了，富不过三，怎么干？怎么干？我不相信他有多聪明，我更不相信他儿子、孙子有多聪明。但重点是放到哪就行了。到底谁聪明？他有智慧，两公婆，人很客气，人很好。越是成功人，他越好，很奇怪。没有，他经常朋友。这个，Don't lose your dream, don't lose your dream。我就是懂这几句英文就没了。永远不要失去你的梦想，他也给我们最多的，永远不要失去你们的梦。各位，到我这个年龄了还谈梦想，人家不说我幼稚无聊吗？真正走在成功者的身边，都是谈目标、谈梦想、谈理想、谈出来，他谈的都是一样。这是高层，市场部的主管。这是全球副总裁来到这边见老师，专门翻译来见老师。这是全球 CEO，这北美 CEO，这是副总裁。这个我们开晚宴，不同的晚宴了。他们穿得很漂亮，夹道欢迎。各位，我要跟他打工，不可能。既然工打不了，就让他欢迎我们就算了。这样哪个位置好一点？反正我打工他也不要我，他可以在他旁边，但不要告诉他。不过我们很好，我们期待他能做长久。各位，这个酒店真的很漂亮啊，里里外外，这是里头，这是外面，这是马车，真的很漂亮。他就让我们去感受什么叫贵族啊，坐在这边正要明星的酒店啊。我住的房子隔壁就是温达洛先生住，他跟他太太住，对。啊、哦，这个露台很漂亮。当然，它的房子是以前的建筑，不像现代的搞得很大很大。但是它代表一种身份。哎，所以温达洛先生就是在隔壁。我就后来想想，我又没吵到他呀，但是他吵到我呀。啊，然后呢，这个马车环岛啊，坐单车环岛，随便去玩。啊，这是。德·迪维斯先生，两个家族的老板之一，另外温纳勒先生，各位看这个身份啊、哦，他是老板，对吗？他是不是老板？他是老板，800亿左右的纯资产，是吗？是吗？他创了给他，他也是老板呢，对不对？他是不是老板？是。他为什么是老板？他爸开卡车的。放这个事业，3年前不在了，刚才不是那个390万吗？就是他们在拿的，他是大儿子嘛，他是不是老板？他是不是老板？他们呢？他们呢？是，他们呢？是，做不好谁是员老板？工，做不好谁是会换的？啊，员工各位，您做不好会换的吗？我是这些几家餐厅做工打不好，他会不会把我换掉啊？会不会？一定会。我说我是员工嘛，请问好员工炒鱿鱼嘛？老板永远炒不了鱼，所以各位，我们是跟他们合作的，当然他也是互相鼓励的。这些是为两边的老板要端正这种身份，所以定位格局很重要。所以各位，老师说我们把这个事业看扁了，我真看扁了，不是开玩笑。我卖的东西啊，我也有年干的啦、啊，
要赚几个钱啊，三趴以前赚的第一张支票拿不到10块钱啊，你觉得是大生意吗？我干了个月，第一张支票拿6块多钱，我不知道理科，我拿了第一张支票6块多钱，你觉得是能改变家族命运的事业吗？各位，你信吗？刚好我信，我不信我就会没那个。所以各位，这是让我们家族改变。两位家族出来问我们接下来50年的发展，这是老板对吗？这对夫妻比我还年轻，4个孩子，以前住在墨西哥，现在住在德州。对，德州，德州，他有6个翡翠，他今年会培养一个钻石。爸爸讲一句话：当我睡觉，以为别人在睡觉，是人生错误的开始；当我在睡觉，以为别人在睡觉，是人生错误的开始。为什么要？我喜欢去接触他们，他们很有目标，很有梦想的，很有拼劲的。那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爸爸在公司里头叫 WFC Group。就 WFC Group，所以总裁要对每个 group 要见面，所以这次老师不想去，你岛太小了，所以呢我就去，所以呢就是等于说他很想得，李维斯先生很想知道，老爸跟老师怎么教我的？他说怎么教你的？你的 mentor 怎么教你的？就是你导师怎么教你的？我说第一个教我。我说我的导师教我这个事业要做得很大，做得很久，所以一切的政策，一切的眼光要放大，要远。他写笔记，其实不是我讲的，我是借我妈的话讲的。第二点是我们的陈老师教我的，所以四个相信：第一个要相信公司，相信产品，相信制度和相信自己。他写下来。他说：“我要跟其他的这个团队的 leader 讲话。”他说：“我要告诉他们这几点。我想想，老师的话很管用，放一句很结巴，对吧？哎，所以呢，确实是产品制度很好，事业如果不好，我们也不可能是这样子，对不对？每次回来，他说：“你希望下一次请你公司怎么样的服务给你？”我想想还不知道，我去游水了以后，哎，爸爸，这次我真的会游了。我不会游水的，爸爸那天教我，所以啥事要问老师，啥事要问爸爸。我教我以后，哎，我这次啊很长啊，爸爸，那个游泳池差不多这样的2个，我可以游过去还游回来哦。我是不会游水的人哦，爸爸教我一次，想不想知道？下次再告诉你。我还没有油，宝宝，我肚子饿了，先吃饱了再油。你什么事都要问最真正有经验的人，我真的不会游水的。这样来回我可以游一个来回哦，我都不会想象，我一下子都游水了。下次再告诉你，交易见啊。好，我们在活生生的把人家的花园叫 tea garden 拿来做晚宴。晚宴贵的是美国的摆设，有一个舞台乐队，那些东西是贵的。啊，它不同的地方，那个是叫做 Grand 荷兰 Grand 岛的 Grand 那个湖，隔壁就是那个密歇根湖，开车半个小时就到加拿大，所以它的国界就在这边。各位，这些很帅吧？第二代。通通第二代，通通第二代，他爸爸是钻石，把事业给他，不是给他，推荐他，他也做到钻石，后来超越了爸爸，成为北美 NHC。他住在哪里？他住在佛罗里达的内湾，佛罗里达这样有些海进来内湾。他说我住在水里头，他说我一半的房子是在水里，水里头。我说。那你钓鱼吗？他说我每天吃最贵的鱼都是免费的，他开船到外面钓回来吃。他的房子，我说现在值多少钱？他说400万，400万，非常好。
所以他叫我去，下次带我去钓鱼。所以各位，这些人在努力啊，不容易，但他们很努力，不是不努力了、啊，啊，那还在努力。这是我们去年七月份去啊、意大利佛罗伦萨，公司用了43台法拉利跟兰博基尼给我们开，我弄了一天，去了2个酒庄，每个酒庄都800年，就公司让我们知道，这酒庄800年，重点是它的后代还在继承哦，不是卖给人家哦，公司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实业要800年继承。然后呢，我们去这个米其林的餐厅，在这个是真正的楼上的餐厅拍下来的景，它就是让你去体会最好的。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有一个表叫做卡地亚，那珠宝，它的创始人就在这里，这正叫府邸是他们自己的，把它包下来。重点是他还有后代还住在那里。所以他们的传承不是1年、10年、20年，他的贵族是几百年还在传承。那我们去学什么叫传承累积的概念？这是我们去夏威夷的，所以2月份每年去夏威夷。各位，我经常听爸妈怎么教，我经常叫我的伙伴听，我说好的，你今天听就做出来就行。你也有这么多成功人，你刚说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时候你看，我们都不会做，哎呀，做得好快乐，记得吗？我们那时候多快乐，什么待那么快做，速度都好快，都两三年就都冲到了，输了。那你们现在做完你就更快乐，因为第一个已经很成熟，这些大老板都进来啊，再说已经有那个什么很好的环境。跟整个的团队跟经验，你们只要很认真的、很务实的去做每一个细节，你不要去研究人家怎么快慢，不要去研究研究你到底学到什么，对不对？再说，哎，也不是说，难道我们永远做学不会的，对不对？像你们那已经上了滴滴，你只要重复做，那么2、3年就上钻石。好吗？这个话我重复听，我叫伙伴们重复听，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很开心做，就上钻石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那些老外比我们聪明了，不见得，他就是脚步不停，一直做。老师教我们，他的本来的本领是得把鸭子动起来，鸭子动起来，你把它绑起来3年，它就可以起来了嘛。所以人一定是环境的孩子。什么样的环境影响什么样的人？所以为什么要告诉你做，一定要跟哪些人在一起，你才会起来？你中毒是不知不觉被中毒。我相信韩姐这里我提不起，所以才会讲重点是要你熟读。那你看现在讲赵阳销售，赵阳他一定会销售到9000多。然后我再讲所讲赵阳这次的晚会的两个重点。你们再去抓哪？还有哪一个比这两个重点更让人家触目惊心的？对，所以这就是你看的重点在成。对，我们呢，每天我就是叫伙伴们天天晨会起来听15分钟，接下来15分钟，然后每天听，每天听，如果是每天都请伙伴们跟我一样去接触、接近哦。接近我们的宝，让宝爸的思维更丰富，让宝爸的脑部思维更丰富。我觉得这些很简单，这个事业都会刚才，也许你不能像我这样感受，因为我第一次去 NTT，是去新加坡，我们走的是总通道，没人啊，所以没人啊。我后来不问的，讲不到的。对国家重要的十大大过去，他们住那个酒店是十大大跟马英九先生在那里拍照片，住在那里。我住那个房间是国土航空不停住的，怎么想到这些东西？就在这个那个会议叫做新加坡那个会议叫做香格里拉会议，就太政治了。
前面各位看到是外面那个楼，对外的这楼是开放，不知道就是在后面的政治，它就是让我们感受这个事业不是一般的赚钱，它的生命让我们怎么讲？贵族的生命，就接下来我们的结果的事业量，有请诸位姐来做分享。对啊，去挑选的哦，好，美国很多人做得很好，对不对啊？各位，我们都知道六组是不是钻石啊？对。如果加一组，老师一直叫我们做七组，是不是啊？对。在北美，记住，在北美，就我们这一组。单单这一组才额外一张是叫什么？就这一组叫 Diamond Plus， 叫戴蓝钻石加。9万7千多，啊，十多亿只。所以各位，我刚才跟沙利大哥讲，怎么样转给你七组吧。如果是八组呢，就双钻；如果再加四组呢，就是皇冠了。这一组啊，重要。好，感谢大家。我们把报纸叫个背景，来，一起翻译我们的背景，看到没？不行，我们这边的一个。谢谢赵大哥。好，这样的季老师。和所有的领导人、所有的家人，大家好！啊，啊，从这个环境来，刚好看到老师面前，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句话讲得很好，不要在赚钱的路上把健康丢掉，而在钱的路上把找回我们的健康吧。那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当老师哈，在今天当老师。我91年去日本读书，然后呢，4年来美国读书。虽然读了书很多，但是营养知识一窍不通的哈，那根本都不懂的。那我来到这个环境呢，当初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刚才我们超比大哥讲了，说这个人家家族的什么一代、二代、三代哈，这个事业的可以传承哈，然后这个我家里呢也有传承，你知道传承的是什么吗？高血压。所以说这个就是自己的身体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不太被照顾嘛。那我是胃也有问题哈，然后那个叫做什么呢？叫过敏严重哈。如果你来到一个地方呢，如果7年哈，你还没有过敏啊，证明你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哈。那我几年以后我就过敏了，过敏呢，其实这个已经给我们发出了警讯了哈，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我这个吃了很多的药是生开的，那每一次吃的那个不行，哎，那个不行呢，那我就就是开始换药。那后来我就想说，哎，来到这个环境，就吃马上就活马医嘛，那就来这边来学营养来，就开始了第一款产品，你知道吗？我吃的就是这款产品 Double X。这个 Double X 来分享这个 Double X， 因为它跟市面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哈。这个呢，我们每个人每天需要多少种的营养素呢？40种以上的营养素。但是呢，问我们大家，我们有没有吃到40种以上的每天？有没有吃到40种以上的营养素？没有，没有吧，对不对？有没有说你吃到7、8种的，或者是10种的？有没有吃到？其实我们很少吃到，每天我们是不是都吃同样的？对，然后天天就是我们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吃我们身体需要，而是我们吃我们喜欢吃的哈。那这个这款产品里面呢，也是我们公司现在呢这个在优惠的，新加入的会员的话，公司送3种产品免费的哦，是一款是 Double X， 一款是玻尿酸。我想我们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这个什么。要是你不老嘛，对不？不长皱纹嘛，玻尿酸。它有一个呢，叫甜哈。那今天这个 Double X 呢，这个里边的还有几种东西呢？它刚好呢，它还有40种以上的营养素，它有
啊，这是美国的跟大陆的不一样的啊。美国的里边呢有12种的维生素啊，10种的矿物质，它里边有22种的植物多数啊。在22种植物浓缩素，那就叫phyto protector 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哈，这是金牌成分哈，这是科学家研究，科学家从1000种以上的植物里边啊，这个是怎么筛选出来3种？这3种呢，我们叫一个叫迷迭香，我们说 rosemary 啊，家里都有种的嘛，我们美国的朋友家里都有种，是不是？然后还有姜黄，还有一个什么呢？法网、安培、蚕豆哈，这3种。其实这个每一种的这个植物呢，都是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的。但是呢，科学家研究发现，它这个3种呢 combine together，就是3种呢加在一起呢，它的效率更高什么呢？它的抗氧化的成分更高了，更高4倍。原来可能就是哎，这个就是它这个什么，我们说迷迭香它就是一份的抗氧化嘛，然后姜黄一份的抗氧化嘛，我们说它这个法网、安培、蚕豆嘛一份的，但是这三个加在一起的话呢，它比原来高了4倍。这个呢就是什么呢？是市面上没有的，所以跟市面上比的话，这不是没有的，因为每个人每天一定要吃4种以上的，如果少一种的话呢？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就会出现我们不知道的，对不对？那长久以往的话，就会有一些慢性的。我家族呢是遗传的高血压，像我的兄弟姐妹呢，他们30岁左右的话，就开始要吃降压药了。那我这个呢，就是什么呢？一直呢就是因为营养素哈，我就觉得我这控制的还不错哈，还挺好的哈。虽然就是这个到一定的年纪哈，但是我们看一下长生这个营养素的人呢。这年纪都是一个秘密啊，都不是一个秘密的哈，看不出来年纪的哈，哎，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它抗氧化的这个功效啊，我们原来公司哈，纽崔莱公司原来有一款产品就抗氧化的，那公司为什么那个没有呢？因为呢，科学家研究哈，我们这个 Double X 的抗氧化的效果比那个单独的抗氧化的产品更高，所以就不需要那款产品了，所以那款产品就不再生产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Double X 哈是每天，就是我们每天每个人都需要的哈，这也是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跟这个朋友来分享啊。我是因为每天的，几年前呢，他把它就是他是也是公司的第一款产品，1934年成立的时候呢，他这个这款产品呢，当时为什么叫 Double X？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叫 Double X？他们就是实验室的一个呢，听谁比较大？哎，原来1934年的时候，这个卖多少钱？20块。哎，Double X。那我们现在经过了多少年呢？70，多少年了？多少年了？20年了，89。哎，那这个呢，我们在美国的，它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它也没，你看这么多年了，原来出来就20块美金，现在也就才50几块钱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它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超值的哈。每个人都需要的，尤其是我就觉得男生呢，他不喜欢吃很多的，是不是啊？哎，就像我老公也是，很前他都不吃，人家后来说，哎，你老公好像这个越来越年轻了，他就现在自己吃哈，不用我去，不用我去喂他哈。哎，以前你还要去督促他让他吃哈，他都不吃的，那现在他自己自动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也我们还有营养，我们有专门的营养专家，也很感谢我们老师哈。感谢季老师哈，然后这次呢，在拉祖瑜伽师呢给我们召开会议哈，每天有这样的训哈，我觉得有4年1聘的老师能亲自教我们哈，让我们呢真的这个我想不成功就很难吧。刚才我们看到超级大哥的这个图片呢，参加旅游的话，羡慕不羡爱情。慕？觉得好流口水啊，太羡慕对不对？说这种生活是每个人想要，我们也想要，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真的。啊，真的非常非常，我们拉伸家是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有我们世界第一的季老师，每次都亲自来教室里，然后也有我们的汤米大哥跟我们李轩大哥哈，这么成功的来亲自给我们讲哈，那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很期待？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全体起立，一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可以吗？可以。好。哦，刚刚这不对，这声音有点。啊，没事。
你们这个要换掉，这个要换掉。可以吗？刚刚的 Tommy 都分享的说那些那个这环境好不好？好啊，对吧？可以，下午的。好，那个地方、啊、那安利每年其实我们去的我都没有去，我已经五次没有去夏威夷度假，我三次没有去巴黎。因为我跟李老师去了巴黎，在那边，我们来去干嘛？我才待两天呢，要七天，我来两天就写巴黎，因为巴黎那条街可有，我走都不想走。人家说香榭大道，我一点都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讲的东西不是那样的，因为那些东西啊都是外面的。看几次就好，我不太喜欢欧洲，欧洲很美，懂吗？但是我们进不了那个社会，懂吗？因为我们的语言不同，我去年来美，对吧？但是美国，我们上流社会进不去的，下流社会我们不敢去，我们只能做义工。你看啊。他们酒吧，他这个吧台啊漂亮，我们就想去喝两杯酒，对不对？我靠近那个时候，我觉得像一只猴子一样，大家都在看我。第一个，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话，我特我不会点酒，就是他们里面跟人家在瞎扯，我扯不了任何的一句英文，就是很无聊，我觉得我很低能，我讨厌那种感觉，尤其去欧洲。我这么伟大的人去那边，能哪个车都不，哎，吵的时候我都讲不出来。我不要去那边去，因为那边显示我低能，我要到我强的地方。首先，我们来到这里，要有个观念，想过美好的生活，必须有钱。我们现在来研究，钱从哪里来？英文里面叫做 Where is the money come from？ 对吧？你知道钱从哪里来吗？当我们有一样东西销售出去的时候，但是站在这个 sell 的时候，我们才有钱赚。按你的智慧，卖你的劳力，卖你的服务，卖你手上的产品才有钱。要有这个观念。对吧？这个另外一个意思代表 source， 谁能啊站在供应的那一方，谁控制世界？要有这个观念，大家没有这个观念，你是做不到的。你抓住水源，你抓住钞票，对吧？叫做 source， 你抓住石油，你能赚钱。因此，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这个观念。那我们今天加入安利事业，我们是站在供应的那一方，对吧？你是人人都要东西，我能提供你东西，我就能赚钱。卖一瓶产品，当然是小钱了，两块钱、三块。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的时候呢，那就是大钱。这个我们要学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点、线、面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努力都是这么一个点。你们做的生意是有限，你的营业额就是停留在这。但是你把这个生意介绍另外一个人，他也做你的生意。我在拉斯维加做，有个人在纽约做，我的声音就开始慢慢大了。要小看那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是一个关键点。世界上很多的生意都想做，大家都想连，但是守不住。
了解吗？是连，很多人都讲的连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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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得起来你锁不住的。世界上有几样东西能锁住？大概要靠一道字，叫完整的字。有些不接的字，你又接上一个。生意就由小变成大，你不要低估这个点出来。当你可以创造一个点的时候，安公司是给你六块的奖金，对，对不对？在美国是1500块钱，1500块钱乘上30年，1年12个月，54万，这么一个点。你的另外一个概念在哪里？你的未来不在这里的，你的未来在点上，代表什么意思？你永远不到，能理解吗？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而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我分享一个产品给一个客户，那个只是你看到的是表象，你要看到的深远，我们叫做底层逻辑。一般人说啊，买卖卖的东西，哎呀，你们赚的只是卖。你看看是不是表象？我们再来看一个，是一般人看不懂安利的事业。当你把产品卖给一个客户的时候，它是小生意。但是这个客户买的量产品，买的牙膏。下个月他买牙刷，这下个月他买洗发精，这个客户我卖他是钱，这是安利的做法，而不是哎呀卖他3000、5000，错，我不在乎他，我只是在乎他对这个产品的品牌产生信赖度，卖东西，那么对方叫做买东西。各位什么时候你会买东西？你有兴趣，你有需要，听到没有？兴趣当然都是偶尔的，但都是不是形成力量，形成需求的时候，这是企业家要关注。他很有很多的大贸易商，他平常不做生意，他每天开店长。当一个品牌，当一样产品有个号码。号码出来的时候，有本产品出来达到2000万台币的时候，大贸易商开始了关注这个产品在干嘛了，研究市场，确定以后要知道研究这个产品的供应商是哪里，那就能拦腰去切了。台湾很多的化妆品，我有很多好几个朋友，他做化妆品，做就不见，做就不见。因为呢，很多人到华国去拿了化妆品在台湾卖，这个小地方卖，啊，春天员工去卖，啊，做了3年到5年，突然间营业额达到2000万的时候，一个晚上消失。要讲消失原因在哪里？你去哪里？你经过了一长的时间的训练，员工的训练的经过的训练，当2000万的时候，因为你的价钱如果是100块钱，大贸易商拿到货的时候花50块钱不过。一个晚上死掉，叫学习。很多人不懂生意，我姐夫也做生意，做建筑啊，本身是的建筑，每一颗卖2毛钱，很小，他一个小时，那个自动输出机都不在，他现在子弹能打，一个小时是7000颗，他10台车子，7万个。我姐夫是哪里公司？我的生意很好，我订单来了，发现他的工厂不够，7条线不够，还要变10条线，要变23条线，又去买机器，原来是生产。然后呢，他说客户很多，结果那些客户，所有的客户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其实是同一个老板，他给你订单，突然一下订单不见，请问你，你一个小时几万颗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对3个月的时候，你马上跪下来，你资金周转不灵，
这叫做生意，了解吗？这才叫做真正的生意啊！要学生意，要学这一点，而不是说，哎呀，我的生意多精彩，哎呀，这个东西好热，你是个鬼呀、啊！你今天为止，你明天就是死的时候，你知道吗？全世界的生意是这样子做的，而不是我们一般小老百姓那种小脑袋可以做的，因为有更高的人在后面看着你。完了，完了。就像美国是最聪明，你们要钱吗？我给你，全世界拿的钱，对不对？反正我认了，明天告诉你，当初不要利息，现在是六厘米，你马上跪下来，你没有钱还，你去卖国产，卖的呢，就卖到没有东西卖老婆，我都收，这叫做什么呢？聪明的。因此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东西叫做风险。今天各位来到安利，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生产，没有运输，没有会计，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只要去把你觉得用得好的产品去分享别人，会很难吗？会不会很难？会很难吗？对不对？做生意最怕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风险，对吧？那做安利的人最好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这辈子，你这辈子，你这辈子会突然想没有钱，你光光想到这点你就快乐，你必须要去。那我们来看看，总要把生意做大。同时安利事业说我要多强大才会成功，错。你是乌龙乌龙的，你旁边的朋友也可能是乌龙的，因为物以类聚，了解吗？他每个人身边好像有七个朋友。老师告诉你，你把这个生意介绍一个有需要的人，哦，你突然的介绍这个，因为你乌龙乌龙，他告诉旁边的人，这个就比你强一点。啊，这个人也有一群朋友，这个人呢也都不容易了，强一点。其中呢，出单价上了25%，这个是嘴，这个是的套路。价值就算是一条线，这就是你哥。你不要的生意，见得你的朋友不要，你不会的生意，不见得你的朋友不会。他需要，他成功了，就是一条线，一条内，纵线，三个，你就是翡翠，啊，收入在10万左右，求你，你这辈子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像小马，他这辈子老他都没一。今年的收入在15万，他都不会很满足了。但是以他的才华，他不只注重翡翠吗？你们都认为你们要很伟大，你们什么都懂。他们想成功，要找到这个人，找到3个就好。听懂没有？听懂没有？你找到他们要的人，你们在教室里学的东西是干嘛呢？你们学的东西是这个人他要成长的时候特别辅导的东西。安利的产品不要学这么多，你好好的学5样8样就可以。原因在哪里？我只要让我这个顾客喜欢安利的产品就好。各位买产品的时候肯定有兴趣有需要，对。但是买不同产品，汽车买不同的产品是有更需要。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个关键是买同样的产品第二次买的理由在哪里？他的信赖度，这个信赖度是做生意的长长久久的永续经营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我买了，我们一定要买，虽然还在洗洁精，你用过了，你下个月还会用，你明年还会再买，用完了还会再买，这个生意你可以做，了解吗？那安利的
生意是刚需的产品，所以说这个生意做不完。你不要介绍很多人，三个。贵族做安利的时候，他曾经讲过，我这辈子不相信我这辈子找不到这个人，我不相信，你不要我要，你不要我要，没有什么，都不相信，不相信，对吧？汤米，以他们目前的那个气势，以他的那种架构，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会上 FC 的，是，对吧？难道看着他表面，都看到内心世界？真正让你成功，不是在外面的力量。各位每天都在求神拜神，我想你没有用。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在你身心的内住的身心那颗心，当你那颗心才是源源不断的，永远让你成功的一个最啊，它的核心价值。是。每个人都有现在，如果你不喜欢你目前的你，事实上应该不喜欢三年前的你。因为三年前你造成今天的你，如果你想未来要好，要不满足现况。未来是一个不确定的，每个人都有对头的无形的焦虑跟恐惧。但是从事安利事业的人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知道我明天会更好。记得他们，衣服其实是明天会更好的样子，对不对？那我们呢？我在台湾是从来不上课的。我们叫做很难看的人，很难看到的。我来这边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都有点贡献。你交这么多钱，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有一个目的，希望你们其中有一个人会跟我们一样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教师的概念。因为教师是培养人才、能力成长、业绩成长、关系成长。一般人所谓听到的直销，直销。直销是把产品卖给你，其实不是这个逻辑。直销真正的逻辑是，当我讲完话以后，你这个人发生行为，你要学的是这个力量。当你能影响一个，你能影响两个，你能影响十个，了解吗？真正要学到的是这个本事。一个人本来不做安利，我突然改，因为不做安利，他的认知不对，我只要改变他的五度的偏差，这个人就开始动。美国有本书，说影响力的本质 ，The Essence of the Influence， 影响力本质。一个人能影响一个人，这是无穷的财富。你学过这个本事，世界都属于你。你看，电影明星、足球明星、篮球明星都是讲影响力，懂不懂？安利你不要影响多少，好的影响三个人，你这辈子王子、公主过着幸福的快乐日子。明明你三个得罪，赶快结婚。你太有钱，嫁不出去，太直白了，对不对？对吧？因为根据那大数据告诉我们，太有钱的时候你娶不到老婆。哎，我安利时手下有两个广告大使都单身的，一直在找老婆。我有下线了，找老婆，他们把中国35行省每一省的女人的优点跟缺点都讲得清清楚楚。哦，你是真厉害！我讲听完以后，我说保证你娶不到老。每一个优点跟缺点，你只看缺点，看优点了，对不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钱不愿意给老婆用。哦，我说这点就输了，你是不愿意找到。你看老婆嫁给你，拿不到钱，要谁嫁给你？那边有只猪，你跟猪，你跟只猪算，讲不通的。不然的话就写写书，你只能一个月花10000块钱，好像一个月只花10000块钱，不然没有女人要嫁给你。啊，那安利这次，安利社长生活，那安利会提升我。
安利是你成功的时候，安利公司会给你各种的这个奖励都比是吧？他们说会提升你大脑看的境界，大脑的视线的啊，所以说要提升啊，基本上啊，你要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我们这边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只要建造一个环境是帮助各位。你知道吗？了解。那这里面有需要的人才，是有 OPD 的人才，有美中人才，有经过的人才。各位每个人要去攻一门强项。那有两样东西一定要攻，一个是 OPP， 一定要攻；第二个攻产品，因为产品里面有这么多项，2、3、4、5、6、7，有这么多产品，每个人都攻一下，啊，攻一下。那一个月攻产品。一个月供 OPP，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供 OPP。人在哪里？你要说，哎，你告诉我安利到底好在哪里？你要告诉他安利好在哪里啊？第二个，哎，假如我做安利，我不得到什么？你不要讲奖金嘛，对不对？对。第三个，哎，我想做安利，你告诉我怎么做，对不对？你不用教他学很多，只要学每个月必到就完事。因为所有的能力，所有的能力，能力的关系的表达力的各方面，全部是在教室里面学出来的。你带的人，今天，妹姐讲的WS， 啊，他听的他会自由，啊，每次听的产品不一样的，啊，你们这两天听到这个产品讲到自己都想买，那讲完了自己都不想买，就不要出来讲，懂吗？大家普遍。你懂不懂？人在哪里？我们让最有表达力的人站在台上，你只要带人来听就可以了。你了解吗？各位 ，WS 是综合维他命，一般人刚开始讲营养食品，先讲综合维他命比较好，因为一个健康人要吃的，每天要吃四项产品都有。那每一粒的单品呢是补强的，因为说那个里面的量是不够的，像我们维他命。差不多我们维他命 C， 我们一天要吃到400到800单位，所以它那个上是不够的。那滴滴一定是的补强的，但是每样产品都有这个，但是血样产品半个5分钟到8分钟都会有，尤其现在呢，什么资料都有，真的有那些，各位一定要攻到很强，懂不懂？啊，我再把底层逻辑再来跟你讲一下，你卖产品，但习惯卖产品，对吧？这个卖产品还要很不入流。我们来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安利的产品有一样叫做血精啊，有一个叫做 LOC 清洁剂，对不对？对不对？清洁剂 LOC 清洁剂。这边是安利的产品的第一款，安利公司在1959年开始这个产品的时候，第一年卖了50万美金，安利公司就靠这一瓶的起家，到现在目前的资产已经达到800亿，一瓶产品，会做生意的这样就发财，你不会做生意的，我把飞弹卖给你，你也卖不掉。清洁剂的是干嘛呢？是解决问题。我们家里厨房有清洁剂，有浴室有这个清洁剂，有地板有像玻璃有清洁剂，家里有很多种很多种，对不对？外面的产品很多，种类很多。第二个问题，不安全。第三个，有味道。那安利产品好在哪里？安利产品只要一瓶就好 ，LOC 就可以了，又可以用在各种地方，全家只要一瓶，安全，没有味道。这个产品为什么人家愿意买呢？因为我要取代你的产品，解决你的问题。家里养了很多狗，哎，狗的上面的走了以后的味。清洁的很干净了，这一走进去有狗的味道，对不对？餐厅一样，厨房还有味道一大堆。我讲你有 LOC，
去喷，你的加持光喷干净净，浴室里你去喷，晚上睡觉前你就把喷喷关起来，第二天走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他们的目的是干嘛的？解决你的问题。那安利产品很多，随便拿一样产品，我给你五年的时间，你随便定一样产品送给你，要得点什么的，一样产品啊，我给你五年的时间，在街上找不到比安利更好的产品，很牛的啊！哎，时间还有，那我跟各位哎讲一个讲哎，我的手机讲啊，大家都对于什么？学过这个课程，你这辈子不太容易得糖尿病，需要不要学？要。我们食物，我们的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分解，小肠吸收，血管啊，进入到血管。那个食物一进入到血管的时候，血糖就上升。血糖上升，胰岛素就发生作用。然后血糖的主要的目的是提供细胞的能量，是血糖的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糖太多，进入到肝脏，除肝脏脂肪；糖再多，就到内脏脂肪。糖再多，恭喜你得糖尿病。所谓的内脏脂肪，就是我们肚子里的那个圈了，那就叫就。啊，是救生圈，我就担忧，完蛋，赶快抽脂，来不及了。啊，那一定要走这条路啊，还就走大肠直肠，然后到了体外，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你都不知道。好，我们现在这边只谈到那血糖的上升。当输入的时候，一进去到身体里面，血糖就上升。上升有两条线，一条是红的，一条是绿色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让升糖指数大于55的叫这条线。其实任何的食物，只要标明每个食物都有升糖指数的一个数字啊。等一下我跟各位解释，然后血糖就上升，然后55。那是叫做低升糖指数，是低过55。好在哪里？血糖一下上升，你很兴奋，但是一下就血糖就低了，你感到饥饿，你马上就想吃东西，哦，这种东西就很危险。哦，这种像可乐的东西，血糖太高，糖太高的。啊，那低升糖指数呢，血糖非常的稳定，那几个小时呢，非常有饱足感。只要你吃这种素这种东西，你的血糖会上升啊。有的得糖尿病的人哦，这样根据这个东西吃就对了。那血糖上升的时候，血糖更高的有这些毛病啊。那更严重的叫做胰岛素的阻抗，胰岛素就不发生作用，那你的食物进去的血糖是上升啊。这个随便你得，就你们喜欢什么病自己选一个。好，我们来看看猪肉。
四十五说，那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啊，里面值得一提的是花生，花生学的是这样子中的只有二十二，但是它的热量有562，所有的病都是吃出来的，食物里面有酸性食物，有碱性食物，常常吃酸性的食物，你是容易得病，酸性水平，啊，所以是强酸。 饭是肉酸，你要吃碱性的吃蔬菜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吃食物里面要注意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做糖，糖一天不能超过50公克，盐不能超过1公克，了解吗？要注意这个，还有要注意重量，重量不要超过2000大卡路里。好了，有这么多的问题啊，一般人吃饭的时候哪就管这些的，反正喜欢就爽就好。 你现在不会得病，所以有一天会进医院，医生会告诉你：“哎，你怎么这样吃啊？你这不知道这样吃不是病吗？”医生，我不知道，等下开刀。哎，结束。<笑>啊，巧克力看到没有？哇，你看到没有？牛奶糖看到没有？嘿嘿，洋芋片。 蛋糕、红豆沙，哎呦，红豆沙还在这里啦、啊！那冰淇淋啊，对对，就是啊，你只要吃过一过55的啊，你把这张单子贴在你家里啊，冰箱上，我想你这辈子怎么吃，你不会得病，了解吗？所有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啊。假如我们有这个数字有什么好处？今天吃了，小心，明天不能再吃哦。 那么你有警惕性，不然的话你乱吃，啊，要付出代价，啊，啊，我一个朋友的学佛教，啊，在学佛教，佛教的不是讲生老病死吗？讲轮回吗？对不对？生老病死，又转世，又生老病死，又转世，又生老病死，各位都知道生老病死的痛，对不对？ 对，因此学佛学到最高的境界，我不要轮回了，我就去了，就不要再回来，又回来又生老病死，又生老病死，又生老病死。所以说学佛家的最高境界，就不要轮回，我去了就不要再回来。哎，人生这么快乐吗？哎呦，我有人生了，快乐的事情百分之十，90%是快乐。 所以你快乐的时候，赶快快乐，这是我们的快乐，啊，我们这个对不对？哎，好，我就讲一下，人在痛苦的时间比那快乐时间长啊，对不对？对，因为长得太多的时候，你会干脆从石头走下去，往前走，快乐就好。没有，快乐是一种平衡啊，有几个。 生命会快乐，还有就不断的要求快乐。这个人所有的快乐都不断的要求，不断要求，又没有能力，有去要求，你神经病啊！你找死啊！<笑>就像我想跟阿里打拳，我不是找死了，<笑>要死了，那换一个方法死，不要跟阿里打，阿里打是稳死的。原因在哪里？我打过去60磅。 打过去300磅，你知道什么叫300磅？打过去你断变成2段。哎，现在什么萝卜玉米，哎，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各位，有个胸有个那个水果，各位特别注意，水果里面的糖太多，所以说你不要低了，因为糖会变成脂肪的，你了解吗？所以说要，哦，你吃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怎么吃？ 一辈子都好，当然你不能可能天天同样吃同样的东西，一定要换着吃，对吧？好，这里面最恐怖的是法国面包啊，93，注意啊，哎，50还有91啊，你死得快，哪里面包啃掉 ，bacon， 哎，这里面的麦片也是一个陷阱。 你不要看它麦片啊，全麦面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这个东西不是这么了不起的，各位你们 Google 一下，啊，叫做生酮指数，叫做 GI 值
啊，你们一打就出来，把它印出来贴在家里，懂不懂？如果你的朋友有这种问题，你告诉他，你也可以随便吃，你吃啊，稍微注意一下，看一下啊，对不对？所有的病啊，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自己的无知，懂吗？啊，什么都可以原谅，无知不可以原谅啊，好不好？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老师。